哎呀，怎么？这怎么办啊？穿不了了吧？这染成这样都不能穿了。哎，昨天你们谁在这儿啊？哎，好像是……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兄爸，昨天你没关窗户啊？我关了呀。你看，这怎么成这样了？那窗户好像是没关，被弄脏了。不可能啊，我明明关了呀。我真关了，我真的关了，这怎么办呀？哎，我来处理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明天演出之前我把它弄好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问题，我先去解决一下。不是，那我们还练吗？衣服都脏了，还排什么练？很丧的。啊，那怎么行啊？我们明天就要演出了。嗯，那个窗户是我昨天没关，我也没想到会把礼服搞成这样。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？那熊班都走了，我们都冤枉他了。对呀。哎呀，我赶紧给杨哥发个信息吧。老板，你好，您看一下这件衣服，能洗吗？您这。这可不好洗，一个月以后来取吧。一个月？嗯，谢谢啊，不用谢。一个月？老板您好，你看一下这件衣服能洗吗？洗不了，洗不了。洗不了吗？不好意思，这件衣服洗不了。我想问一下，这种衣服你们店有卖的吗？这一个？嗯，没有。小妹妹，饮料好喝吗？嗯。姐姐不信，你给我喝一口好不好？啊！不喝了，我不喝了。嗯，怎么哭了？不喝了，姐姐不喝了。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谢谢。想到办法了吗？还没有。怎么又哭了？就逗他玩一下。啊！不哭。妹妹，哎，看这是什么？这个送给你好不好？哇塞，一五号可以啊，这收放自如的，这。休息好了吗？嗯，我们去个地方吧。哇，哎，这办法真可以哎。嗯，好好看。可是衣服有好多啊，这得撤到什么时候去啊？我会帮你吧。杨哥，熊班长，还有我们呢。是他们骗我的。
这么正能量的事儿，怎么能少得了我们？小熊，对不起啊，我们错怪你了。熊班长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。哎，怎么会呢？哇塞，这也太酷了吧！王建平。下一个表演的是文体学院，请各位欣赏。给我看，哎，没什么，哎，都是男人嘛，给我看，不是你小弟啊，放个助助力，啊，你俩干啥呢？助什么力啊？又有什么便宜货？学校门口新开一健身房，助力组团打八折，怎么样？走起啊，兄弟们！算了算了算了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兄台自重啊。哎，宋华，去不去？健身房有妹子吗？没妹子我可不去啊。哎，不是，好不容易健身房打折，咱再聊聊嘛。严科，嗯，你看看，凭你的颜值，我知道我们肯定还能再砍砍价。一起去健身还能做个伴儿，互相监督，靠谱吧？齐小松？对啊，这家健身房老板听说还是个青年才俊呢，怎么你认识？那咱肯定还能再打个折上折。从今天起，他我罩着。同学，互相帮忙是同学之间的义气嘛。还有啊，如果以后有人欺负你，你就让他们去八班找你老大。有没有行动？哎，